怕这样对家庭不好。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父母就是对小孩子的生活都有自己的想法。那当然其实当然哈，其实我讲大声一点好了。其实因为Papi 其实小学上学的时间就是要让他正常了。那因为他现在幼稚园，所以还有空间可以让他出去玩一玩或什么的。然后他有时候上节目或什么，他也不知道那是上节目，我就会跟他说，我们去玩一个游戏或什么之类的。那我还是尽量让他保持一个就是有玩乐的心情，对。然后他也不知道。那我今天。他其实说实在，他今天可以坐在这边，我是很开心，因为他平常是会跑掉的，然后他会躲。那我事先就会跟大家讲，我说我们今天来这边，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小朋友，我们要帮忙妈咪做家事。我们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帮忙的事情。你看，公主也都帮忙很多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要说话是不是？对。这是为什么要那么久啊？为什么要这么久 ？OK， 那你想快一点进去玩了是不是 ？OK， 好。Papi 会唱歌吗 ？Papi， 好，最后一题的问题是 Papi 会不会唱歌？是不是？可以现场唱一下。你会不会唱歌？唱一首歌。我不想唱歌。他很难，他会害羞。你要唱 A B C 吗？唱一下。所以他平常会在家会直接很主动的说妈咪我爱你什么的吗？会吗？你会跟妈咪说我爱你吗？有时候跟你走的话、有时候我走的话你就会跟我说你爱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OK， 那你什么时候会跟我说你爱我？每天是不是？OK， 英文还是中文？你会说我爱你还是 I love you？我爱你。OK。